好，今次非常高兴，我哋得到呢个 John Market 卓越雇主呢个大奖 ，Outback Steakhouse 喺呢个市场里面咧得到呢个肯定，非常之开心。我个人开心啦，但系我最开心嘅就系我哋团队嘅合作或者嘅表现咧系得到肯定。咁呢样嘢咧系鼓励到我哋嘅员工咧继续喺我哋嘅公司咧一路去发展佢所长。作为 Outback Steakhouse 嘅美式嘅餐厅咧，其实好多方面咧我哋都系真系去用心去做。用心去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想无论是经理的团队，无论是我自己个人，无论是我前线的员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其实在 Outback 里面我很着重就是四个的 P 的。这个是什么四个 P 呢？其实就是讲紧员工、顾客、我们的供应商和我们本身在个社区里面。这几样东西都是我们很着重去实践我们做餐饮业怎样去对他们的服务的承诺。正如剛才我講啦，我哋以人為本，我哋希望咧，我哋喺我哋餐廳做嘢嘅員工啦、經理咧、同事啦，佢哋係其實感覺到好驕傲嘅，因為咧呢間公司係俾好多機會佢哋。呢間公司咧係好年輕，我哋二十年喺香港嘅光景啦，但我哋全球我哋其實係31年嘅光景。但係咧喺香港嚟講，我哋嗰個發展好大，我哋發展最近呢幾年咧，我哋好多嘅機會俾到呢啲年輕人。我好開心，因為咧，佢哋覺得喺我哋公司有樂趣啦，佢哋揾到錢啦，亦都係其實做到佢哋所希望發揮所長。咁啊，好多機會嘅，尤其是我見到好多我哋嘅年輕人咧，佢哋喺我哋餐廳啊幾年間咧，其實就可以晉升一個管理嘅階層。咁呢個係我哋本身嗰個訓練啦，或者嗰個本身嘅配合咧，做得非常好。所有新嘅員工加入我哋 Outback 呢個大家庭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感到好開心。因為咧，我哋其實好多嘅 mentors 或者係 trainers， 我哋每一個崗位都會去用心去教佢哋。我哋大約會用2星期嘅時間啦，俾佢增加翻佢自己喺餐廳嘅知識啦，同埋亦都最緊要就係加強佢嘅信心。因為我諗，如果一個新嘅同事佢有信心咧，我諗佢可以應付到所有嘅事情啦。另外，我哋俾咗好多嘅機會俾我哋嘅員工作為晉升嘅階梯啦。舉個例，我哋其實好多嘅員工都係內部晉升，咁亦都咧好多員工咧，其實喺大約3年度咧，佢已經可以晉升上為管理階層嘅。我舉個例啊，我哋有啲員工佢入職嘅時候係一個侍應，跟住咧我哋會俾一個訓練啦，我哋叫做 course training， 等佢認識埋酒吧嘅知識，再 course training 佢亦都晉升埋知道咧，哦原來做一個知客係點樣去歡迎人客，咁喺幾方面佢亦都可以去配合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令到佢成為一個廳面嘅經理啦。係啦，當我哋員工有需要嘅時候啦，例如佢家庭突然之間有個需求啦，或者佢自己生活有一個需要嘅時候，同我哋去申請，咁我哋都會安排到佢一個調假啦，或者可以早少少收工啦，或者翻晏少少。咁呢個我哋都會係一個彈性嘅處理。咁另外咧，我哋都會安排咗生日假係俾員工。當佢哋生日嘅時候，亦都可以有一個假期，咁令到佢生活同埋家庭得到個平衡。咁我哋喺我哋嘅餐廳裏面啦，咁我哋有除咗本地嘅同事之外啦，亦都有內地嘅同事啦，或者有其他唔同國籍嘅同事，更加有相見嘅同事啦。咁喺我哋管理層咧，我哋亦都致力去增加我哋之間嘅溝通啦，而建立一個好融洽嘅團隊。在讚揚員工方面，我們在每一天的例會上我們都會抽出一些很正面的例子 去表揚一些員工的。另外在每個月的大會的時候，我們都會由各位同事去投票選取最佳的員工出來。